好，哦，来，好佳哉，我无落去，后壁无人吼，好，谢谢。哇，应该是要爬上来比较好，下去了，下去不好走啊。哦，刚才走那一侧，这个是佛字上面。42年。都在办客制，这些人大概也都基本上都走了，留置的人大概都已经走了，留置的人应该都要有百岁了。哇，这棵树也不容易长的，长在岩石缝里面。你看，现在还有人的话，活在以前。这边还有一个佛像，还是不容易啊。下面也一个，哼，像狮子头。这里悬空的，蛮危险的，啊，蛮危险的。狗骨子。见天。